梦见老公出轨是什么意思？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都不希望自己跟出轨牵扯上关系，然而在梦中会梦见老公出轨，那么这种梦境预示着什么呢？梦见老公出轨预示着夫妻之间感情会很融洽，表明梦者心中特别在意自己的老公，希望他能够始终爱着自己。成年人梦到老公出轨，预示在健康方面要留意心肾脏方面的疾病，注意多进食滋补的食物，及时增减衣服，防止风寒。职场的人梦见老公出轨，预示在工作上思维比较活跃，和同事相处的也很融洽。单身贵族梦见老公出轨，预示近期桃花运势很旺，就算自己不张扬，也会有很多的追求者缠身。打工族梦见老公出轨，预示在工作上的变动经常会出现，有较多的事情需要来回的沟通互动才能完成。